你在干嘛？身体酸痛？没有啦。哎、欸，文考，我变魔术给你看好不好？那你先坐下来。我变魔术给你看啊。那你先把脚翘起来。我现在翘你的脚，你的脚没反应吧？然后嘞？等我练完之后，以后我再敲一下你的膝盖，你的脚就会无法控制的跳起来。怎么可能？你不能把我用力敲下去，哎，你不然我当然会痛的跳起来啊。不会啦，我们一边边哄。我不相信，再一次我就会盯住了。好。怎么样？相信了吧？文凯，别被骗喽，这根本就不是魔术，这只是人体的反射动作。反射动作哦，原来那天医生拿小石子敲爷爷的膝盖，爷爷的小腿就会弹起来的反应就叫反射动作。你说什么？没有没有，没说什么。小静，为什么会有反射动作？那是因为生物的生活环境时常在改变，而环境中的任何变化都会对生物体形成刺激，动物一旦感受到刺激就会产生反应，借由刺激与反应的过程来紧急应变，例如手预热缩回就是一种反射动作。手跟脚，不懂哎，可以再说清楚一点吗？那有什么问题呢？人体的感觉与反应都是透过神经系统传导的，今天就带你们好好认识一下哦。首先打个比方，当我们在用电脑打字的时候，手轻触键盘、滑鼠，如果有麦克风设备，还可以输入声音。经过电脑的处理，讯息很快地出现在荧幕上。当然，我们也可以将这些资料列印出来，或是将这些讯息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出来。一台电脑最重要的部位就是 CPU 咯，没有它，什么讯息都没有办法处理，也没有办法解决所有的事。这和动物的神经系统非常类似。神经系统的基本单位是神经细胞，又称为神经元。从外观上可以分成含有细胞核的细胞本体，以及延伸出去细长的神经纤维。而人体的神经系统可以分为中枢神经和周围神经。中枢神经包含脑和脊髓，负责处理各项讯息及发出命令，就像电脑中的 CPU 一样，相当重要。除了有骨骼保护之外，在表面还有包膜，可以防止运动时和它周围的头骨或脊椎碰撞。我们常听到大脑、小脑，那它们又是怎么区分的呢？其实啊，人的脑一功能可以分为大脑、小脑及脑干等主要区块。人类的大脑十分发达，分成左右两半球，左半球控制右半身的活动，右半球则控制左半身的活动。大脑半球又分为许多区域，分别主管运动、感觉、语言、记忆和思考等等。小脑位于大脑下方，也分为左右两个半球，它的功用在协调全身肌肉的活动，以维持身体的平衡。所以飞行的鸟类，它们的小脑就特别发达。而剩下其他部分则合称为脑干。大脑和小脑不是都把工作做完了吗？那脑干要干嘛？哎，脑干可重要的呢。脑干内有控制心搏、呼吸、体温、
及饮食的中枢，并有控制如吞咽、咳嗽、喷嚏、眨眼、呕吐及唾腺分泌等反射作用的中枢。脑干受损啊，容易导致死亡哦。这么严重啊，我真是太小看他了。哇，你干嘛啊？既然脑部这么重要，当然好好保护啦。你也太夸张了吧。你们两个别吵，我还没说完呢。脑的体积虽小，需氧量却相当大，即使短时间供应不足，也会使人晕倒。如果供应断绝较长时间，脑就会因为缺氧而受到严重的损害，可以使人瘫痪或死亡哦。你干嘛？既然头脑这么重要，那我来保护一下啊。哎呀，你们两个别闹了啦。接下来啊，要介绍的是脊髓。脊髓呈长管状，当身体的受气接收到刺激时，便可以透过脊髓向上传达到脑，并将脑发出的指令传达到动气以引发反应。此外，它还是反射动作的控制中枢。刺激受气，那是什么啊？刺激是由特化的感觉细胞或神经细胞接受，这些构造就称为受气。动物身上有许多的受气，可接受不同的刺激，例如光线刺激是由眼睛接收，声波刺激是由耳朵接收，气味则由鼻子负责，舌头则负责味道，触压则由广大的皮肤器官来接收。这些来自不同的刺激必须传到中枢，才能变成我们所知道的感觉。那要如何将刺激传到中枢神经呢？我知道，应该是周围神经吧。没错，它不仅可将刺激传到中枢，也会将中枢所产生的命令传到动气。依照传导方向的不同，神经可分为运动神经和感觉神经，而将外在或体内环境的感觉讯息传入中枢神经的是感觉神经。那将命令传输到动气就叫运动神经了。是的，譬如说你在打羽毛球的时候，羽毛球飞过来，这个刺激被眼睛内的受气接收后，经由感觉神经传到大脑的视觉区，经过大脑判断后，将挥球拍的命令经由运动神经传到你的手臂肌肉，你就挥动球拍啦。哦，之前在家中看广告的时候也常听说脑神经衰弱，那脑神经衰弱又是什么啊？首先我要先更正一个观念，脑神经是不会衰弱的哦。脑神经只是周围神经的一种，周围神经不是从脑部发出，就是从脊髓发出。若是从脑部发出的神经就叫做脑神经，一共有12对，分布于眼、耳、舌、鼻和头部肌肉、肩部肌肉及内脏等部位。从脊髓发出的神经就叫做脊神经，有31对，分布于躯干、四肢及内脏。哦，也就是说，不管是运动神经还是感觉神经，只要它从脑部发出，也都算是脑神经哦。哇，你真是太棒了，完全正确哦。如果用小金鱼之前举的比方来说，电脑的滑鼠、键盘、麦克风相当于受气，电脑主机相当于神经中枢，列表机、萤幕等相当于动气。嗯，
你好像还漏掉了什么哦。哎，我知道，键盘连接主机的线路相当于感觉神经，萤幕连接主机的线路相当于运动神经。嗯，没错。那像前几天邻居喝醉酒，摇摇晃晃走路回家，还一直说我没醉，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喝了酒的人神经受到麻醉，控制身体平衡的小脑也一样受到酒精影响，而没有办法发挥功能，走起路来就摇摇晃晃的咯。另外啊，在开车的时候，从眼睛看见前方有状况到脚踩刹车的这段时间称为反应时间。一个人喝了酒以后反应时间会增加，是很容易造成意外的。难怪政府一直宣导说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原来是这样啊。小溪，你讲了那么多，怎么都还没有听到你说的反射动作？别急，我正要介绍呢。反射是很重要的基本反应，当动物受到某些刺激，不需要经过大脑意识的作用，就会产生的简单而且固定形式的反应，可以争取时效，节省脑力。例如走路的时候不小心踩到异物，会迅速缩回，眼睛受到强光照射，瞳孔自动缩小等等。阿啾！哎呀，你好脏哦。诶，打喷嚏咳嗽也是一种反射哦。那呼吸也是一种反射动作咯。嗯，可以这么说，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故意深呼吸，所以深呼吸是一种意识行为。现在我们透过下面三个实验来了解神经的传导。甲乙两位同学一组，甲当作主事者，以拇指食指夹持一只悬垂塑胶直尺的末端，也就是这把尺的45公分的地方，并决定什么时候让这把尺滑落。乙同学为受试者，必须要注视主事者的手指头，当看到尺滑落的时候立即用手指夹住尺。受试者的手指在尺落下前必须位于尺上刻度0公分的两侧，距离尺约1到2公分处，并注意不要碰到尺。当两位同学准备好的时候，甲同学就可以开始。好，这样的动作重复测量5次，并记录每一次尺滑落的距离，并计算它的平均值。好，我们现在把刚刚乙同学的5次的数据加总起来，除以5，得到的平均值，再来对照我们另外一个附表中的数据。从这个附表中，我们找到刚刚的平均值16公分的地方，就可以找到乙同学的反应时间为0.18秒。这个0.18秒就可以代表刚刚乙同学在接齿的过程当中，总共需要这么多的时间来完成他的反应时间。现在我们来想一想，在这个活动中，接受刺激的是什么器官？发生反应的是哪一个部位呢？接受刺激的器官是眼睛，发生反应的是手臂肌肉。嗯，很好。我再出一题，这个反应是由何种器官所控制？你能列出讯息传递的路径吗？这你回答过，换我啦。这个反应是由大脑所控制的，传导路径为此掉落，是刺激，借由眼睛接受，透过感觉神经传达至大脑，命令脊椎，再透过运动神经牵动手臂肌肉，做出夹持的反应。很好，你也答对咯。接下来的实验相信文凯你看了应该会很有感觉的。好，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瞳孔反射的实验，由 AB 两位同学为一组。 B 同学为受试者，闭上双眼大概30秒之后再睁开，
然后由主事者 A 同学来担任观察 B 同学两眼的瞳孔变化。接着 B 同学再闭上眼睛30秒，并用自己的手掌隔开左右眼。当 B 同学睁开双眼时， A 同学利用小手电筒由下往上缓慢的移动，最后照射在 B 同学的左眼上，然后观察受试者 B 同学左右眼的瞳孔变化。从刚刚的实验里面，我们可以知道 B 同学的右眼受到光照的刺激，瞳孔会缩小，左眼没有受到光照刺激，瞳孔维持原来的大小。从这边我们可以了解，瞳孔它的大小会受到光线的刺激而产生放大缩小的现象。文凯，看完实验是不是很有感觉呢？好像哎。仔细想一想，这个实验是属于人体的反射动作。你是说之前阿华变的那个魔术吗？我说过了，那不是魔术，那叫做膝跳反应，是人体的反射动作。哦，了解了。哼，魔术是吧？开开玩笑，别这样啊！哎，要算账，等一下再算啦。还有一个实验呢。我们现在要做的实验是测不准的温度，要考考你的皮肤感觉哦。来，先准备三个塑胶盆，分别装入10度 C、25度 C、40度 C 的水。然后请同学将你的左右手分别放入10度 C、40度 C 的水中。放在10度 C 的手感觉凉凉的，放在40度 C 的手感觉热热的。三分钟之后，请你将两只手同时放入25度 C 的水中。请问你的左右手的感觉有什么不同呢？原本放在10度 C 的手感觉热热的，放在40度 C 的手感觉凉凉的。哎，为什么呢？25度 C 的水比10度 C 的水温要来得高，所以我们就会觉得热热的。而25度 C 的水又比40度 C 的水来得低温一点，因此我们的手就觉得它是凉凉的了。这个实验可以在家做做看哦，自己感觉一下左右手的感觉相同吗？手部皮肤内的受器是否能够感觉正确的温度，或者仅能察觉温度的改变呢？小经理，如果我们的神经系统没功能会怎么样呢？啊，那可严重了呢。我们来听专家怎么说。神经系统分为中枢神经跟周围神经，周围神经包括运动神经跟所谓的感觉神经。当感觉神经出问题的时候，我们人体没办法去感受到外界任何的一些状况，所以也不能看，也不能听，然后也不能去做触摸的感觉，对疼痛也没有感觉。那另外当这个运动神经出问题的时候肢体就没办法运动，就会产生麻痹的现象，也就是所谓瘫痪。那瘫痪的话也有所谓的这个半身瘫痪跟全身瘫痪，就是看他这个脑部受伤的位置是在哪里。有些人是左半身瘫痪，有些人是右半身瘫痪，有些人是下半身的一个瘫痪。这些都有可能发生。那还有所谓的全身瘫痪，就是四肢全部都麻痹，都不能运动。有些人虽然四肢瘫痪，但是他的这个嘴巴还可以讲话那也可以自行的吃饭那这还算比较好。那如果说像是植物人的一个状态的话，那就是除了四肢瘫痪之外，他再加上他的嘴巴也不能讲话，也不能够吃饭所以就类似只能当植物这样子就是完全没办法运动，没办法跟外界做一个良好的一个沟通那另外我们常听到所谓的一个渐冻人这个名词渐冻人这个名词它是说我们的运动神经慢慢的出现的问题，缓慢的出现问题。所以刚开始可能是肢体一些轻微的僵硬不舒服慢慢发展成所谓的全身的一些运动神经都没办法使用，全身麻痹的现象，甚至到后来呼吸的肌肉也没办法自行做呼吸的动作，那只剩下眼睛可以眨眼跟外界做沟通。
那脑死的一个状态，这个是大家常听到一个名词啊。所谓的脑死就是指这个脑干的一个失去功能。脑干是生命中枢，它负责我们的心跳啦、我们的呼吸等等的动作。当这个脑死的时候啊，其实就表示说跟传统的这个心脏跳动心脏停止是差不多的一个状态，在法律上我们就认定它是一个死亡。这时候就可以依据这个医师做的脑死来判定，来做这个器官移植的一个动作。好严重哦。是啊，所以平时可要好好的保重身体。你们两个听了那么多，到底懂了没啊？我还是再帮你们复习一下好了。好，我就利用人体系统模式表示神经传导途径，复习意识动作、感觉作用以及反射。在第一个实验中，刺激为齿掉落，透过眼睛接受，经由感觉神经传达到大脑，大脑传达命令传至脊髓，经过运动神经传到手臂肌肉，促使手臂肌肉收缩，做出假使的反应，这是意识动作。在第三个实验中，刺激为热水，由手部皮肤接收讯息，透过感觉神经传达到脊髓，再传达到大脑感觉区，这是感觉作用。你做第二个实验啊，我还会想看看哦。光线是刺激，由眼睛接受讯息，透过感觉神经传达到脑，脑命令运动神经牵动眼部肌肉，然后做瞳孔缩小的反应，对吧？至于敲膝盖下方，小腿会翘起，是因为受气位置在肩部以下，所以感觉神经将传至讯息到脊椎，脊椎直接发射命令，具有运动神经传至动区，也就是小腿肌肉，小腿就翘起来了哦。所以这些反应都属于反射动作哦。嗯，很好，你不但答对啦，后面的补充更是非常的精确呢。小金，再出一题新的让我回答看看。嗯，让我想一下。哎，有了。鼻子闻到菜香，嘴巴流口水，菜香是刺激，由鼻子接收，透过感觉神经至脑干，再透过运动神经做出脱线流口水的反应。哇，阿华也很厉害哦，都答对了呢。厉害嘛，没办法，人太聪明。聪明是吧，两句热，我们还有张耀帅啊。别这样嘛，你这不是也说那个破碎的神情啊。别这样嘛，开个玩笑。